心的那些歌声，爱情的那些血痕，都没能忘了。是我天真，爱情的那些课程，我还没修完学分，在爱情里太笨，是不是我太天真？爱情的那些课程，爱情的那些学分都没能满分。原来看到超哥的现场表演，还可以入场近距离的接触，连镜头的粉丝们是赚到了，刚才那么表演值得了吧？紧接着超哥回应粉丝同乐会开始了，现场粉丝们将有显命的指标投入箱中，由超哥的成员抽出来，究竟哪位新的粉丝可以上台偶像互动？回馈粉丝，我们要感谢他们，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 ，OK OK OK， 一个一个来，绝对必要的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要怎么玩法呢？我们先从一个先下来，好，年纪最大的粉丝，阿粉，来来来，第一关是我们的微笑套圈圈，微笑套圈圈，好的，先来。刚才粉丝们进来的时候都有投入他们本人的名片哦，抽一个。对，谁想要上来？你看看他们。选我，读出来，选我。这个女孩姓吴，吴俊彦，吴俊彦，吴俊彦。来，请出列。小思思，来，是缘分，小思思喜欢的缘分，是。比较喜欢李泉，好的，谢谢。可以喜欢我没关系啊，可以一起起，可以互选机会认识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愿意跟我玩微笑套圈圈吗？好啊。但是你还想玩别的？挑逗粉丝玩什么？开玩笑的啦，青春团体哦，是青春的。那套圈圈一下好不好？怎么玩法？阿本，你知道怎么玩吗？就是因为要训练我们现在微笑，所以就是在全程套圈圈的那个过程之中，一定要保持微笑。嗯，然后就是你或者是他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只要他把我套中一个，我就是属于他的了。每天练习玩套圈圈啊，套圈圈太久，就算就是这样的，人家也只会想要你。全而不是你，那个全程都要这种感觉，对，就算被丢到脸也要微笑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给他狠狠的猫从脸上扑下去。微笑，来，一杯 ，Go！ 哎呦！一下就成功了，太了解我们节目的流程了，我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既然是 Chuck Seven， 那就套一个好，七个，一个套七个，有，七个就带回家了，加油！真的，到底有没有？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加油！太高了，不要微笑哦，好吧？头斜斜的呢？哎，要笑，笑，慢慢听。